声欢迎这位在歌唱路上一路扶持阿令的姐姐，欢迎我们的名模黄丽。姐姐好，耶、yeah ！姐姐，哎呦姐姐，哇，来来来，姐姐抱一下抱一下啦，圣诞快乐！呜呼，哇，真的，当初阿令呢从南部上来台北，就是呢住在姐姐的家。然后呢，姐姐就是很照顾她，而且阿令呢，因为姐姐是 model 嘛，常常会偷穿她的鞋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那我们两位应该是我偷穿她的鞋，真的吗？哦，所以就要问一下姐姐，阿令当初这个你们姐妹一起住在台北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你知道恶习啊，或是一些恶作剧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因为阿令很调皮耶、欸。她真的很调皮，而且她比较不拘小节，就是比较不爱整理家里，然后比较爱干净。对啊，因为他就是，都是我帮他在收衣服、洗衣服，然后有时候会把他的衣服就是丢在床上说，说你要记得折哦。对，然后没错了，没有。后来过几天之后，我再去，要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会去敲门房间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要起来吃早餐，因为他是双人床嘛，他是把他丢的衣服丢在床上，他是这样睡一个角落，就然后衣服都在床上。你乱讲，我是玉女的故事。所以姐姐爆料说，阿令呢个性豪迈，不拘小节，不喜欢整理家务。现在会了哦，现在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现在是那个可爱的玉女啦，当年是比较这个豪迈不拘小节一点啦。所以呢，这个阿令有没有什么话跟姐姐说的？他真的很照顾你耶，我怕他会哭。哦，还是你会哭？其实我在忍耐，因为他刚头一今天早上我们两个是一起出门的，他不知道。然后他说我今天呢要跟朋友吃饭呐、然后要去过圣诞节。我说啊，那你们要跟家人一起过？他说没有哎、我朋友这么多。然后他也跟我说啊，今天你签唱会完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。出其不意，姐姐突然出现在签唱会上。我跟他讲说，因为前几天呢，我们吵架。然后为了什么事情吵架、为了很小很小的事情，家人嘛，鸡毛蒜皮的事情会斗嘴。永远都是家人才会说出重话。对，对我伤了他，他也伤了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你说，谢谢你。虽然你长得比我高，但我要谢谢你，就是每次。脾气不好的时候，到最后还是会那个原谅妹妹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就是跟现在一样那么爱对方，我爱你，耶！他就是会帮我出气，以前在学校如果有同学欺负我啊，我就是第一个先去他们班找他说：“姐姐，有人欺负我。”然后他就会。因为他那时候国小就已经很高了，他就会出来说哪一个欺负我妹妹，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。但是我从小也是整他整到大，像有一次就是，就是我们有一次吵架嘛，因为我们是睡上下铺，然后我就拿那个麦克笔在他的脚上写字，还趁他已经睡得很熟的时候，在他脚上写字，因为那时候在他的脚底板写字会痒嘛，所以有那个反射动作他会去抓。就手是黑黑的，他就起来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他就打我，他就说你在干嘛？我就说哦，这就是以前有人讲说那个鬼故事，就是你很坏，打妹妹才会有鬼在你的脚底写字。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可能一回去我想要先休息，我是隔一天才会整理，但是他是一回去就是要看到干干净净的。然后像我就是衣服已经干了，然后收的时候，我就可能说想要放空两几分钟，他就觉得说这样不行，你要赶快折衣服的。因为前几天才吵架，然后是那种都不讲话，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一起出门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他怎么会愿意跟我讲话，然后又跟我坐同一台车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我还问他说你要去哪里，他跟我讲一个发廊，我就想说哎，他该不会要去弄头发？因为我有第六感，我就觉得他应该今天是要来看我还是什么的。我想说啊，那就不要想太多。结果原来他今天就是还特地给我惊喜，然后来到现场，然后我一直盯着，不会那个掉眼泪。但我真的很感谢他啦，因为从以前刚上来台北，都是他叫我要来台北去，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。